1858年，爱做生意的幕府大佬行医直弼，在美利坚破船的逼迫下呀，没有经过京都朝廷的同意，领着江户幕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。坏了，整座岛乱套了。由下往上，岛民集体发起了尊王攘夷运动，藩国、公卿、学者、浪人，但凡能喘口气的干什么呀？反幕府。这个破幕府平时看着挺能耐的，关键时刻，哎，你签了这么个破玩意，那人家能不恨你吗？还留着你干嘛？除了在江湖丢人现眼呀，多余，光上个京都的朝廷得了。本来尊王跟攘夷是两派，尊王派一听就知道应该都是些岁数大的，尊崇皇室的思想，维护一些这学说那体制，有钱有职位，这家那家的那类人。攘夷派呢，好家伙了，一听更知道跟杨大人杠，冲进大海里，举起你的烧火棍子砍破船。应该多是一些年轻人、浪人之类的，不过两派有一点很统一，都反幕府。这一老一少就这么单玩也麻烦，合体吧，尊王攘夷反幕府，行医直弼，哪知道动静这么大，当着汇金藩藩主荣宝宝的面还狂吹呢。瞧瞧，自己代表幕府跟美利坚把不平等的条约都签下来了，还签了两个，替天皇他老人家扛了多大的一颗雷呀。他老人家能不念自己的好吗？自己就是晋江盐根藩总官院殿刘小爵翁大居士，荣宝宝都晕了，将来您的墓碑上得多乱呀。行医直弼不管这个，正美着呢，京都来信了，你看看呀，天皇的表扬信这就到了，反正也给你显摆完了，你可以走了啊。哎，不是表扬信呀，是封朝廷的通知书啊。通知书上都骂上了你这个讨厌的老锦衣，还有这个烦人的破幕府，你们不是越过天皇签约吗？行，那朝廷也越过幕府，跟所有的藩国瞎搭个，你不是把一桥庆喜给打躺下了吗？朝廷再把庆喜他们家的水户藩给你扶起来，锦衣直弼把庆喜跟水户藩老藩主庆喜他爹都打躺下了，那人家水户藩站起来能不找你锦衣直弼拼命吗？马人水户藩马了一群学者，不火拼呀、啊、火什么拼？搞政治呢，一群学者围着全岛骂大街，水户藩可要偷袭锦衣直弼了啊。你这么一喊，全岛尊王攘夷的老老少少还不都得跟着嚷嚷起来，一起偷啊，偷他，那锦衣直弼能不急吗？能让你偷了，抓你也搞政治，那自己就搞政治镇压，搞迫害。汗蒸大狱开始了，锦衣直弼围着全岛狂抓人，尤其是水户藩的学者跟家臣都快被抓干净了。完了，水户人又给打躺下了，人家躺下了也得挣扎一下呀。老锦衣，你等着，有本事下大雪的时候你去樱田门那边溜达，等着下大雪的时候准去。都约好了，一直嚷嚷着要偷渡的松阴也随着汗蒸大狱一起押到了江户要判。松阴跟大狱里就没闲着，咬着锦衣直弼签约这个破事儿啊，狂写和歌，坚决拥护攘夷派，绝对支持搞偷袭。你哪怕是偷个锦衣家的家臣也行呀，还真有个锦衣家的家臣被偷了，那人家能不办了你吗？汇金的山本家也收到信了，你去看看呀。川崎将与盛老师来到了横滨，川崎将惊了，江湖变得这么热闹了吗？盛老师特别自豪，把关门打开好不好？好呗。川崎将正打算给八重买俩玻璃球呢，两个俄国人当街被砍，川崎将都傻了，攘夷派都这么激进吗？还是回汇金继续的寄居吧。攘夷派浪人开始疯狂偷袭异国人，只要不是黑发秃顶的，追着就是一通胡砍呀。川崎将抱着玻璃球早跑了。八重没见过玻璃球，自然喜欢。绝马大舅哥不关心玻璃球，只想知道松阴的罪名。川崎将打听清楚了，好像是组织策划偷袭锦衣直弼啊！家的老家臣，老家臣也不行呀！绝马都崩溃了，松阴在大狱里还有这组织能力呢？被拎出来了，审。松阴特别横，甭审了，自己不攘夷，连夷都不认识，就是看锦衣直弼不顺眼，他签那种破玩意，还不让人偷袭了？你让官员们怎么审？反幕府的铁杆攘夷激进分子。
正审着呢，山本家又来人了，找绝马教授。你就是小马呀？废话，那你就是传说中的攘夷激进分子了。人家拔刀就砍，啥叫攘夷？俺们不懂，就知道你们这群吹吸血搞大炮的，都是跟国家作对。咬着绝马满院子的追着砍呀，阿普阿普都被甩飞了，那川崎将能不急吗？举枪了，攘夷浪人秒跑，松阴的判决书下来了，罪名是写了一句攘夷的和歌。上路不少年不上路，松阴都疯了，这是什么罪名啊？侮辱人呐！自己是组织策划偷袭景一直弼家老家臣的幕后主谋，人家官员不陪着你疯，说你偷袭天皇得了，那么酷炫的罪名就不给你，想红想瞎了心了。松阴因为一句和歌被送走了，盛老师也疯了，你这不至于呀，早知道不教你写和歌了。向山教授没疯，收不到消息，正对着窗户洞察国家大事呢。松阴被送走，绝马的内心特别纠结，想想被攘夷激进分子甩飞的阿普阿普，再想想这个不太熟悉的朋友也是个攘夷激进分子，是该伤心呢还是该庆祝庆祝？好矛盾好复杂，就说不要搞政治多麻烦，有人不嫌麻烦就喜欢搞政治。谁啊？盛老师。盛老师继承了松阴满处乱窜的遗志，组团出使美利坚了，吹着海风，灌着海水，直奔华盛顿，齁的嗓子都哑了。